杭州市桐庐县。谢谢，只是我的新的朋友，但是牛牛，但是小胖，但是姐姐，但是妹妹，他们是蒙古族。你们好。你们可以叫我们用蒙古语说你好。先别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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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们看看是谁呀、啊？他叫方干是吧？是呀、啊。啊，他是这里的人是吧 ？Yes。我们吃排饭，吃排饭。Okay。 嗯，小屁。锁滑水水去幽闭。一放了，走了。哦耶，可以可以。呜，来坐。啊，坐，我在这里。你们喜欢桐庐吗？喜欢。为什么？我太同意了。其实我们带了作业来，可是爸爸妈妈看到这么美的风景，都不想工作了，所以说放我们出去玩。可是之后还是得写作业。嗯。没关系，今年的作业比以前少多了。作业的事咱们可以忘了，现在好好玩啊。耶！呜。这里都是民宿。民宿是什么？就是简单的说，人们把自己租的房子变成小宾馆，游客可以来住吃。民宿小，宾馆大，还是姐姐解释的又快又好。本来我还想说，民宿更有生活的文呢。算了。梅凯哥哥。你的汉语比我妹妹好啊。那里那里，谢谢谢谢。
离杭州很近，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城里的人很喜欢来这儿享受慢生活。以前这里的人都到大城市去打工，现在他们都在自己的家里开民宿，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不多有8万元。以前村里的人卖炭污染环境，现在他们卖空气、卖山水、卖田园生活。一句话说，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今天来到一个花卉市场，海宁国际花卉城。嘉兴市、海宁市跟杭州市钱塘区是邻区，去上海也很方便。在大城市有大市场，在这里种花卖花，一定是八八八发发发了。上次去桐庐，我认识了两个新朋友，他们给我快递了内蒙古的奶酪，还邀请去他们的家做客。正好我可以买花送给他们，他们的妈妈。那请给我一束。可以啊，那我马上给你剪。那你今天是要带走呢，还是发快递呢？花可以快递吗？不会坏吗？当然可以了，现在鲜花发快递的话是很成熟的，等一下我可以打包给你看。一共多少钱？今天的话是130块钱包邮。包邮快递不用钱，太好了，麻烦你，我想快递。好的，那我一会儿就为你打包。哦，好，谢谢。
啊，这些就是我们刚才工人剪下来的花，现在的话还是比较生的，那比较熟的花苞的话，我们会给它用个网套给套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发快递的话也不会损坏，然后客户拿到手里的话直接插花瓶就可以了。啊，您的话最远的可以快递到哪儿？快递的话我们江浙沪啊二线三线城市现在基本上全国都可以发快递了。除了杭州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您的话还可以卖到那么多地方，您这是赚大钱呢。对啊，现在还是要感谢快递业的快速发展，然后方便我们把花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再给它封箱封起来。
老板，我来是会计的。今天中午的饭哪里啊？就在这里。啊，就这么多是吧？啊，好。师傅，我能给你一起送快递吗？啊，可以啊，那你就帮我搬吧，就这么多啊，来搬吧，我们一起搬吧啊。好，你可以少搬一点啊。嗯，好，还会再少搬一点。对对。哎，没事，我教你啊。啊，这边的话，我们这个件拉出来之后啊，我们要做现场做揽收的，因为做完揽收之后呢，他的电脑上会客户会收件人会第一时间发现这个件已经交给我们快递员了。那怎么做呢？我教你一遍啊。这个八枪这边有个红色的按键啊，一按，对着这个二维码扫一遍就好了。一定要听到它滴的一声，说明这个件已经录进去了。录进去之后呢，这个件就说明扫过了。扫过之后就要开始装车，让这个进去装车了。哦，好，搬到车上去就好了。好的。搬到车上放好。对对，这样码好。对对对，就是码好。Okay. 麻烦你扫吧。Okay. 扫一个装一个就好了啊。或者你可以把这个车拉到这边，这样会离这个车的距离会近一点，你走了来回会好，时间会节省很多。对，然后你人站到这边了，人站到这里了，然后扫一个装一个。好，对，出现的激光扫描一定要对到这个二维码，扫完之后然后你再装车就好了。对，因为这个网络有点慢。师傅，像花、水果、蔬菜、海鲜什么的这样的东西，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收这样的快递？很容易坏，很麻烦。没有，我们有生意都做呀，只要不违法啊。现在包装材料都很好的，而且现在我中通提倡进农村，我们跟农村啊、农场啊都有合作，帮助农民去赚钱。为你们点赞，谢谢。然后还有我这边是专门负责就是揽收业务这一块，那么下午我专门安排给你个同事，他专门负责业就是送件这一块啊，然后你就跟他去好不好？哦，好，好，好，谢谢师傅。啊，你好，师傅。啊，你好。我是梅凯，来自乌克兰。啊，你好，你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让你体验一下那个快递员的生活。啊，好不好？好，好，谢谢。那先把这个衣服穿上。好了。嗯，好，那帽子把你弄起来。啊，这样。对，好，这样。那我们把这个口罩哈要戴上，现在是疫情期间，口罩还是要的。口罩你戴上。好了。嗯。那带好，好，好，那我们到里面。好了。嗯。好。来，这一个，过来，起来。好。然后这些小的我们一起搬进去。对，两个一起搬，两个。好，有点重啊，搬里面去。好。
OK 了，然后这样就可以，他的东西可以拿给他，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好 ，OK， 走，谢谢。然后把这个条码，这个是条形码，对着它再照一下。嗯哼。啊，好，然后再点击确认客户，下一步。嗯，然后开门了啊，然后再把这个快递放到里面去，对，放上里面去，对，关门，把门关掉就好了。对。嗯，点了 ，OK， 然后已投递，好，然后再点下一个。啊，下一个。对，下一个这个准备是。是大的，这个是中侧的，啊、中的 中侧的，点中啊，点中啊，好，那条码扫一下，这条码扫一下，好，然后点击确认，下一步啊，对，下一步啊，很聪明，很好，对，然后开到、啊、这里，放进去，啊，好，关门，好，然后再下一个开门了啊，对，已投递，对，好，拿走，好，再选择一个标准大，大的啊，对。他扫一下，这个条形码在这里，近一点，好，来177，他说号码，177，177，5719，5719，对，再来一遍，177，5719。5719，来下一步，对，好，这里，对，这里好，哦，你的个子高高，刚好，好，关门，然后这里确认一下就好了，等一下，等确认，你投递，好，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对，你们给他讲一下，我把这个界面控制太好了 ，OK 了，好。中通科技是中通快递旗下的互联网物流科技平台，拥有一支7余人规模的研发团队，秉承互联网加物流的理念，与公司战略、业务、用户紧密衔接，为中通生态圈打造全场景、全链路的数字化产品。科技从下单开始，中通快递 APP 和小程序为广大用户提供了高效便捷的下单渠道，集寄件、查询、支付为一体的一站式快递服务。中通快递管家小程序为中小电商卖家、企业客户提供了订单获取、新增、导入以及面单打印、数据统计等定制化服务。下单后，快递小哥需要对包裹进行高效的揽收和处理，中通科技为快递小哥量身打造收派签工具整中通 APP， 结合用户画像为快递员提供个性化的数据支持，高效分配资源，智能优化任务排程、收派件路径。同时，中通科技在电子面单的基础上推广了自断码，将收货地址精准聚合到对应的地理单元，提高快递小哥工作效率。包裹揽收之后，将被送至最近的中通快递网点，根据不同的目的地进行初次扫描分拣。转运中心是包裹快递流通的关键节点，全自动分拣线和智能分拣柜能够确保每一件包裹流向都是准确无误的。机吃酷，很酷。
大家好，这里是中通快递杭州转运中心。中通快递是中国最大的快递公司之一，这里有13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要处理300万到500万个快递。这么大的转运中心，杭州还有一个中通快递，在中国有90个这种超大的转运中心。你们可以算一下这家公司的业务量，反正我算不清楚。2020年中通快递的业务量是171件。我白天当快递员，收了很多快递，需要把他们送到外地去。这些快递晚上就到这儿来了。中通快递在杭州，收到的快递从这里发到全中国，这叫出港。别的地方的快递也从这里进入杭州，这叫进港。杭州是中国的电子商务之都，所以出港比进港多。As the birthplace of China's e-commerce, the first city to propose the smart city brain and the first cashless city in China, Hangzhou has taken the lead in China's digital economy. Dongxuemen, 你们看，来到这儿的快递车特别大，这种快递车叫甩挂车，太大了，在杭州市区里没办法开，他们从郊区的转运点收快递，全部送到杭州最大的两个转运中心。同学们，你们看，这里很有意思，甩挂车的车头和车厢是分开的。车厢里的快递配放件的时候，车头可以去拉别的快递车厢。这个设计太聪明了。下面我带你们看看快递是怎么送出杭州的。第一步，卸货。这个放到车厢里的机器叫伸缩机，有了伸缩机的帮忙，工人就不用一个一个的搬快递了，不那么累，而且快多了。第二步，上小车。这个名字很可爱，一个快递像一个小车。第三步，自动分拣，就是机器自动把快递分到不同的地方。机器并不认识汉字，但是他们认识条形码。你们看，这个条形码可以代表不同的省级、市级、县级、行政区。这个大包就是一个县级行政区。有同学要问了，可是县级行政区下边还有乡级行政区，比如村、街道什么的，都靠快递员跑吗？不是哦，到县级行政区也有一套这样的自动分拣设备，分得更细，这样快递员就可以在比较小的范围收发快递，对自己负责的地方特别熟悉。科技让快递员变得更轻松、更快，还更准确。
第四步集包，就是同一个地方的快递集中到同一个大包里，集中到大包里就是集包。你们学会了吗？这些大包质量不错，可以反复使用。现在所有的快递包装都必须用环保材料，这虽然提高了快递公司的成本，但是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才能做得长久。最后一步，装车，把大包装到车上。同学们，你们看这里，甩挂车出门的时候从这里开始，能知道有多重。如果太重了，他们不可以上路。这个地方有人肯定不敢站上来。我不怕，我来试一下准不准。哇，我在中国真的有点胖。40%，岗位肯定不会减少，业务量的增长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解决了工作强度，降低了错误率。白天我当快递员的时候，也发现好多科技的好办法，帮助快递员更快、更好、更轻松的工作，比如电子订单、电子扫码、快递规、快递驿站。现在已经晚上12点了，还有很多人在工作。中通公司不但晚上、周末、节日都有人工作，就是春节，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他们也有人工作。现在在中国，快递是民生行业，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就像超市、换位、出租车一样，没有一天可以停下，所以他们全年无休。不过公司会给愿意在春节上班的员工发红包，并且
在春节后安排他们休息。你们看，中通公司的目标是做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我觉得他们做到了。我在网上买东西，一般两三天就可以收到，最快的时候上午下单，下午就收到。就是因为疫情不能随便住学校的时候，我的生活也不受影响。同学们，你们知道中国最大的几个民营快递公司吗？中国人叫他们三通一达、中通、申通、圆通、韵达。他们的老板都是桐庐人，桐庐就是我认识妞妞和小班的地方。正想不到这样一个慢生活的县，确实中国快递之乡。生活在这么美、这么舒服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老家玩游戏、喝茶。浙江人的勤劳、勇敢，不但让自己富裕起来，也为中国甚至世界的美好生活服务。梅卡哥哥，你给我们的花已经到了，小庞现在正在整理花，这花真的很漂亮呢。谢谢梅卡哥哥。谢谢梅卡哥哥。拜拜。